气了，别吓来我。可是你吓死了金老师。同志啊，你告诉人们，可千万不能沾毒品呐、啊！万恶的毒品，万恶的毒品呐、啊！别走，我是冤枉的。人家要找你呢，你这是犯罪。我不要你怎么办？保护的儿子。你把孩子怎么带成这样？我怎么向他的母亲交代？我不是表哥。我想他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，正是他所谓的爱酿成了自己的命运悲剧，断送了他视若生命的人。你好，刘主任。陈秘书，老刘，你把这个事儿给办一下。好嘞。啊，给郭丽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好。白局长。有点事儿找你。白局长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小郭啊，你把这个传真给翻译一下。美国 NC 公司驻京办事处啊，这不是上次咱们跟他谈合同的事儿吗？啊，对。邀请咱们局领导赴京去谈一下上一轮合同的细节。啊，是这事儿啊，一凡呀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下午派个人到外语学院找个人翻译一下。陈秘书，不用了吧，这个我行。啊，就不用耽误事了，就让小郭翻译吧。啊，哼，那好，那你干吧。白局长，
啊，你就翻译吧。白先生，看见了吧？哎，你我都难办呐。就由他们去吧。哎，老刘，咱们今年有没有出国的差事？有，不是最近。年底要去美国。哦。去两个局级干部，一个翻译，一个技术处的干部。老刘，你也给我争取争取。哎，咱们办公室没有名额。刘主任，刘主任啊，严局长刚布置了，让白局长和你带着陈秘书去北京，立即动身。好，陈秘书收拾东西走。北京啊，我就不去了吧，北京的地方我不知去了多少次了，再说我身体也不太好，最近北京气候又干燥，水也不好喝，你还是另派人吧。啊，我说陈秘书，这是严局长安排的工作，你还是去吧。啊，不去，你还是另派人吧。嗯，小郭，你去。我去。就是你了，收拾东西走。老刘，你们就办你们的公事，下午我有点私事来不了了啊。哟，又买这么多东西，嘿，又给你们一凡做什么好吃的呢？这不都是他爱吃的鱼啊肉啊的。你这是赶饭局啊？哎，烦死人了，经常赶着饭局，把人还累的。谁让咱是厅长的太太呢？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那口子老金还总喜欢我去搞应酬，没办法。你看你，活得多滋润，哪像我？哎，下了班还得急急忙忙的赶回来，给我那口子和我儿子做饭吃。淑娟，你还别说，以后你呀、啊、也像我一样赶饭局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车以后就归你们一凡用了。哎呀，别逗了你。哎，怎么，你们一凡没告诉你，他提了副局长了呀？他已经定了。这还有假？哎呦，你看，他一点口风也没给我露。哎，淑娟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一凡可真能干，人家上任没几天就给我们来了个人事大调动，我都弄到人家手下当秘书了。真的？我们办公室还调来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大学生呢。哎，淑娟，哎，淑娟，咋回事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可得好好支持你们一凡的工作，我看你们一凡可是大有前途呢。哎呀，知道吗？那不都是你和老金给他帮的这个忙吗？老同学嘛，那都是应该的嘛。那好，不多说了啊。哎，屋里坐会儿吗？不用不用了，那就这样，再见了。再见啊，回去吧。哎，怎么还没做好？来，你先坐在这儿。每天都这样，饿了也不让我吃，讨厌。给，你先写作业。又写作业，整天写作业，写个没完。你这孩子越来越像话了。每次都问我爸，我爸不回来就不能吃饭，讨厌。吓我一跳。熬什么汤啊？鱼汤。饿了吧？来坐一会儿。强强，你爸爸回来了。哎，
强强，准备吃饭了。哎，强强来了。你们爷俩先坐在这儿啊。好，还有鱼汤呢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强强，我今天呀，作业呢？哎，给你们熬的是鲫鱼汤，快吃，吃完了我还有话要问你呢。来，把碗给我。我听说你现在当上副局长了。嗯，我当啥事儿呢？起来了，啊，给啊，刷牙，嗯，给，来，儿子。备好了，给，牛奶，烫不烫？行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走吧。小心点啊！再见，妈妈。在我眼里呀，我们一凡是最能干、最优秀的。为了他，就是再苦再累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真觉得，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他活着。进来，刘主任，啊、看报纸呢。啊。哎，白局长呢？洗澡呢。谈了好几天了，天天谈得头昏脑胀的。早都顾不上洗，今天谈完了他轻松一下。哎，正好刘主任，刚才我打电话问了，今天晚上音乐厅有那个美国休斯顿交响乐团演出，怎么样，想去看吗？哦，那得看白局长有没有这个意思了。汤来喽。哎，小心点。雅琴，你吃啊。慢点吃，雅琴，你看我们孩子的吃相，像不像白一凡呢？我不吃了。哎，强强，哎，你看这孩子，一点也不懂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真没办法。你现在在一凡那儿干的怎么样？开心不？不怎么样，不开心。哟，怎么了？哎，不瞒你说呀，最近呀，我正闹着让我们老金给我调动工作呢。我也不想在老同学面前看谁的脸色，我也不想生这个气。一凡让你看脸色？怎么说呢？淑娟，哎，你看我上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吧？哎，在机关里啊，竟然就见不上你们一凡的面。我们那儿有个老头，就是那办公室主任老刘，那是个哈巴狗。最近呀，哎，给你们一凡身边又弄了一个小蜜。小蜜？啊，就是我前两天告诉你的新调来的那个女大学生。一凡不是说调来给你当助手的吗？啊，你
你听他说呀。哎，人家是本科毕业生，我们过去充其量是个工农兵学员嘛，能给我当，哼，相信他的话。哼，淑娟，我就想，哎，这个小姑娘能调到我们局里，也不知道有什么背景，反正我就是看不惯她，说不清楚有啥看不惯，一天走路啊飘飘的，成天粘在你们一凡身边，现在的年轻姑娘谁知道都想的啥，是吧？哼，时间久了还不知道是啥样子。哎，淑娟，你知道不，这次到北京你们一凡带的就是她。一凡和那个小姑娘到的北京？你不知道？怪不得到了北京都不给家里打电话。强强，强强，嗯，给妈把电话拿出来。给。喂，北京和平宾馆吗？请帮我接一下1804房。哎，我来接。喂，你好。啊，白局长啊，白局长在洗澡呢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哎，我问你是谁？哎，白局长在洗澡，你在他房间里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啊？就此理。淑娟，怎么了？啥事儿？你说，我们一凡在洗澡，有个小姑娘在房间里干什么？小姑娘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儿啊？肯定是那个郭丽。哼，一个女的打电话，她问我白局长在干什么，我说白局长在洗澡，她一下子就发火了，她问我是谁，我问她是谁，她一下就把电话给摔了。这人真是的。糟了，小郭，你惹麻烦了。麻烦？什么麻烦？哎，刚才可能是白局长爱人打的电话。你呀，不该接这个电话。我要去北京一趟。哎，淑娟，别别别，看看看，脸都气白了。淑娟，你可要想开一点。其实也没啥，一个是秘书，一个是局长，人家是工作关系嘛。哎，这冲个澡真舒服呀。是啊。白局长啊，咱们今天去看交响乐吧。什么交响乐呀？就是由美国休斯顿交响乐团演奏的。行了，别说你那个交响乐了。白局长，出了点小麻烦。啊，什么麻烦？你夫人刚来电话，小郭接的，小郭刚说了一句你在洗澡，夫人突然就要把电话摔了。我看呐，夫人这又犯嘀咕了。哎，小郭，嗯，你先回房间去。嗯。哎，那咱不去看交响乐了，这机会可难得呀。你先回房间去，一会儿再说，去吧。没人接，能去哪儿呢？喂，哪位？雅琴啊，你们是不是要来北京啊？那当然了。胡闹嘛，不能来，坚决不能来。一凡呀，你现在当局长了，要理智一些。哎呀，雅琴，你把电话先给淑娟，我跟她说两句好吧。什么？淑娟？淑娟在我旁边哭呢。
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到了北京再说吧，关机了。哎，别挂别挂。哎呀，雅琴呀，你我说老刘啊，啊，来了来了。谁来了？两位女士坐飞机来了，来北京来闹事儿。啊，哼，莫名其妙，这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哎，白局长，先别着急，这事儿啊我来处理。其实这没啥，我在场，我要是不在场可能说不清楚，这纯粹是个误会嘛。夫人来了，我来处理这件事儿。哎，他们来了，你可千万别发火啊。来了来了，哦，二位来了。白一凡呢？白局长在屋里等你们呢。请坐请坐请坐。白一凡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问问老刘去。你给我说清楚。你来来来，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你问问老刘。哼，你闹什么？你闹，这是在北京，不是在咱们家里。你还闹到北京来了？你我不来行吗？啊，你洗澡，一个小姑娘在你房间里待着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白局长，你别啊，我就叫你弟妹吧。啊，是这样，你们都先别说，我只说两句话，这事情就清楚了。白局长，啊啊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。啊，小郭小郭，你看这位就是白局长的夫人。啊，白夫人，你好。啊，我常听白局长提起你，说你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是吗？你们白局长经常在你面前提起我，他说我老了吧？他还在你面前怎么糟蹋我呢？啊，小郭，你先回房间等着，啊，快回去吧。哼，我说两句话，这事儿就清楚了。弟妹啊，昨天晚上你来电话，小郭接的，我就在场。啊，我昨天晚上就坐在这儿。白局长在洗澡。电话响了，小郭接的，就这么凑巧。你看这事儿啊，完完全全是个误会，你清楚了吧？你昨天晚上就在这儿？你看我和局长住一个房间，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？我说老刘啊，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没有你在场，这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啊。哎，陈秘书，哼，我说你呀，淑娟，我不让你来，你偏要来，拦都拦不住。你以为你飞到北京就抓住人家什么把柄了？哼，莫名其妙嘛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俩这次来北京的旅券费，自理，局里啊一分钱都不掏，简直是胡闹，胡闹嘛！哎，白局长，你先别发火，弟妹既然来了。我看就在北京住两天，我联系辆车，长城啊，世界公园转一转，啊，转什么转？这么办，让他们都回去。就，还就这么办。你喊什么喊呢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告诉你，我压根没想让你报，钱算什么？你只要说清楚，你洗澡的时候一个小姑娘在房间里干什么？去，把那个郭丽给我找回来，让她讲清楚。你脱衣服的时候他在哪儿啊？我一个女秘书这么不检点，下
像什么话呀？我脱衣服时小郭还没来呢。是啊，我洗澡那会儿啊，他在外边接了个电话，老刘也在吗？啊，你还要抓我什么把柄啊？你闹腾的还不够啊？哎，你得说清楚。闹巧活的还不够啊？白局长，别发火，别发火。是是。哎呀，弟妹呀，咱们先别发火，会议上的人都还没走，这事情闹出去影响不好。一个女孩子在房间，咱们到你房间去。不行，走吧走吧，他得说清楚。弟妹，走啊，咱们他得把话说清楚，慢慢说好不好？来来，进屋坐，进屋坐。哎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弟妹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回啊，你是冤枉白局长了。对白局长这个人，我是太了解了。他以前是我的部下，这你知道。啊，现在他上去了，我一点都不气。为什么呢？你老公这人年轻，有能力，名牌大学毕业，他干起工作来那可是拼命啊，他简直就是工作狂。对他来说，这工作才能上他的心，别的什么也上不了他的心，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。弟妹啊，这回你确确实实是冤枉了白局长了。雅琴啊，咱们是什么关系吗？啊，别人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吗？老同学，老知青。书卷他到北京来闹，你不拦着点你也跟着跑来了，你这是干什么嘛？我不来行吗？一凡，昨天晚上书卷接了电话以后，脸都气青了，一晚上都没睡着觉，你知道吗？北京这地方我喜欢来吗？过去在省厅的时候，一年里起码来他个七趟八趟的。为了出公差我可以不来，可是为朋友的事儿，我得两肋插刀啊。一凡，要是淑娟真出个事儿可咋办呢？啊，他白一凡凭什么冲我大喊大叫的？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他给我报销，钱家里有，住两天宾馆，坐两天飞机，我还花得起。哎呀，这都是小事儿，是小事儿。哎，刚才你冲着淑娟说什么报销？哎，我让你报销了。一凡，咱俩赌赌这个劲儿，我用不着你，也用不着我们老金，我就打一个电话，就会有人跑得颠儿颠儿的，把我和淑娟的机票还有这次住宾馆的费用全给报了，你信不信？哎，我信，我信。我说雅琴呐，别这么说，我的意思是，哎，别这么支支吾吾的。当然了，你带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女秘书多带劲儿啊，多时髦啊，是不是？哪像我和淑娟都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人老珠黄了吗？刘主任，我现在老了，可我有你年轻的时候啊。我把我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白一凡，他现在倒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，他在房间里洗澡的时候，他居然待在房间里。哎，你说我能想得通吗？啊，哎，啊，白局长啊，啊，我是不是跟你进去一趟？不用了，在北京已经忙了一个多星期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你看我这老婆在北京闹得是一塌糊涂。白局长，我还是跟你进去一趟吧，跟你夫人把话挑明说白了。
厅长夫人在山阴峰呢。哎，这话要跟你夫人说透。那厅长夫人在北京阴阳怪气儿，我知道那金转在哪儿。刘主任，就事儿说事儿吧，别再出岔了。啊，我和雅琴和我老婆、老同学、老知青，我们就是打架吵嘴，也闹不到哪儿去。你啊，以后就别提这件事儿了。哎，注意啊，以后在雅琴面前敬而远之。啊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啊、哦、好，白局长，你夫人就那样了。你呀、啊，千万注意别发火，想办法把话说透了。哎、嗯，啊、哦，知道了，我走了，回去吧。啊，我有事给你打电话。啊。啊。回来了。啊。吃了吗？吃了。一凡，你还是让那郭丽走吧。你把她调走吧，你现在有这个权利。你在北京闹腾的还不够啊，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和雅琴去北京的旅差费花的可是自个儿的钱，你还找茬。哎，我找茬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到北京不带雅琴，你带这个小姑娘什么意思？哼，你们办公室的老刘本来就是个马屁精，为了给你拍马屁，把一个小姑娘骗到你的身边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这个雅琴又给你叨叨什么了？哎，我说淑娟啊，我去北京啊，可完全是为了工作呀，啊，雅琴啊，是她自个儿不去，人家老刘可是一片好心呀，你还怀疑人家，做人得有一点良心。哎呀，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我只是让你把那个郭丽赶走。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吗？我并没有无理取闹吗？淑娟啊，别再闹了，啊！你这一闹腾，我就紧张。你看，我这个副局长刚刚上任才几天呀。你看你的样子，一看心里就有鬼。你到底辞不辞他？嗯，淑娟啊。哎，你听我去劝好不好？你看，咱们是患难夫妻，这你很清楚。你再这么闹下去，会影响我的前途啊！你理智点好不好？啊？我怎么不理智了？我就是盯上郭丽了。哎，十年前你就盯上人家李小红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冤枉人家，我这个科长也给搅黄了。两年前你又盯上人家黄子雄，闹的是天翻地覆，结果怎么样？逼得人家离了婚，离开了这个城市。我呢也停职反省了，结果呢什么事也没有。哎，我说淑娟呀，求求你了啊，我怕你行不行？你别胡闹了。我胡闹？是你有这个毛病。哎，白一凡，我只不过让你把郭丽调走，你紧张什么？
哼，让你嘴硬。这是什么？今天你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讲清楚。这是我在泰国照的，这个人是男的，人妖，我花10块钱给人家照的。恶心，真恶心。恶心就恶心，我说呢，到处找不着这张照片。哎，这都是事实吧？啊，我没有犯什么错吧？是啊，这个我调查了几个月，我相信。哎，可是郭丽不是人妖吧？她可是年轻漂亮的大活人吧？哼，你现在嫌我老了？我是个黄脸婆嘛。无聊，无聊。哼，我无聊，我恨不得把你们姓白家的眉都洗白了。我受苦受累的，我落了一个无聊。吵吵吵，你们整天吵，你们全都无聊，无聊。孩子大了，别再闹了。让郭丽走，你有这个权利。我没权利让人家走，我和他是工作关系。行了，白一凡，你听着，我非让那个郭丽跳楼不可。闹，你就闹吧，闹。一凡。你把他追回来去啊！我才不去呢！你们大人常说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我才不管。
坐下，来，坐下。我去看看啊。学，哎呦，哎呦，录取了！我是医学院，哎，录取了你的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你疯了你？疯了你？多不容易啊！行了行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一凡只能去一个嘛。你，哎，一凡，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吗？感觉着从未有过的羞辱。我是个男人，一个堂堂的男人，我却让一个我敬重的女人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！一凡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！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应该上大学的是你，是你！一凡，我有的是力气，我来养活你，我供你上大学。你说什么话吗？你听我说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比我强，比我聪明，上大学的应该是你啊！不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能牺牲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一凡。我今生今世，我也忘不了，我忘不了。一凡，回去吧。要感冒了。你要想毁了我，毁了这个家，你就闹吧。你这么心虚，这么紧张，说明你心里有鬼。我说你别逼我，你再逼我，我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什么狗屁局长，我不干了。我跟你离婚。别说孩子话了，你知道我是用命在爱你。离婚，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，我这辈子不会跟你离婚。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给你做饭、洗衣服、洗裤头、洗脚，你现在连方便面都不会煮，就连生强强你都不在我身边。这些年我为了你，为了儿子，为了这个家，我操碎了心，我对得起你啊。淑娟，别再闹腾了啊！我这个副局长刚刚上任呀，你再这样闹腾不就毁了我吗？那你就让郭丽走吗？让他走？没这个道理呀、啊！现在局里全是些老秘书，不用些年轻人行吗？让雅琴当你的秘书吗？你别提他了，雅琴惹是生非是个好手，干工作没有他，请病假才是他的正事儿。连严局长都管不了他，你不知道？你不用给我绕弯子，你到底让不让他走？你为什么让人家走嘛？哼！看来你是我行我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让郭丽走，我可跟他没完。哎！一凡！哎，一凡！
上从他们那里调走，不然的话，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谁知道，我刚一进门，你猜咋？我就把这对狗男女堵在房间里了，竟然怎么了？竟然在我的床上，在我的卧室。那你怎么不打他呢？你叫上我，我跟你一起打。哎呦，怎么这么暴力吗？我们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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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该，就该这。我他妈还要打人呢！我，到底谁的错？儿子，你说，谁的错？是那个郭丽的错，我是小胖。出去，出去！我还要打你，打你！你敢